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每次进来的时候都会看一下有没有夏天的鞋子，会不会躲在柜子里，但他今天还是没有来。你明明知道密码，为什么还按门铃啊？怕有人在嘛，就给他一点躲起来的时间啊。或者你要觉得正大光明，也可以大家一起坐下来聊聊天。你明知道不是这样的，偏要这么说吗？那你要不要我进去嘛？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？刚刚就准备打。凭什么？真的？你现在是不是很讨厌我？你怎么会觉得我讨厌你呢？我喜欢你还来不及呢。而且你今天能来找我，我已经很开心了。但是我现在就很讨厌你。为什么？在关心的心里，谁应该是最重要的？夏天。那谁应该顺位排第一？夏天。那些让我有误会的情况要怎么办？是不是应该先解除我的误会？是，只要你不生气，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